Cosmos, the Phoenix for Dubai. We are drumming at the Derby.众所周知，香格里拉五星大酒店是我国马来西亚杰出的企业家唐煌过鹤年过老先生所创办的。这一次白手兴家大会选择在吉隆坡香格里拉五星大酒店举办，此次盛会是非常有意义的。除了让我们向杰出与成功的企业家过鹤年过老先生学习，这更是向过老先生致上最高的敬意。首先非常感谢大会白手兴家东盟海外华人杰出表扬奖，能获得此奖项无疑是肯定了我们过去15年来在世界各地努力推广的古艺文化的贡献。当然这也少不了这一路扶持我们的、支持我们的、还有帮助我们的贵人。首先感恩遇见我的挚爱，我尊贵的太太，在过去最艰辛的时刻陪在我的身边，与我共患难，度过一关又一关。身为马斯特利的太太呢，其实一路走来看着她的坚持不懈的精神，永不放弃的精神，真的感染了很多人。那我看到学生们呢，从不会画室一直到可以上台表演，他们那热爱打鼓的眼神也让我觉得很欣慰。所以希望马斯特利和他的团队可以再创高峰，更上一层楼，为24节灵鼓继续发扬光大。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父母、我的一般力挺我的兄弟姐妹。我要感谢我的团队，感谢你们让我不断勇于奋斗，不敢半刻停顿下来，因为成就你们就是我唯一的目标。恭喜 Master Lee 获得东盟海外华人杰出奖，那么我希望你和有 VR 能够一起再创高峰。恭喜恭喜 Master Lee， 我希望我们的 VR 大众古艺可以把我们的古艺文化越做越好。我对 VR 是希望 VR 可以越做越大啦，学生越来越多啦，这样希望把这个古艺文化传承到这个世界每一个角落。各位同学加油，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把最精彩的表演带给大家，可不可以？可以。我要感谢我的学生，感谢你们的出现，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创造更精彩的演出作品。我要感谢我的家长，感谢你们的信任，让我们联手打造孩子更棒的未来。我要感谢我的股东，感谢你们过去对于我们的不离不弃，除了经商之道，还多了一份文化传承的精神与使命。首先呢，我要恭喜我的教练得到这个白手兴家的奖。然后事隔2-3年过后呢，我再次听到这个24节灵鼓的表演，感觉非常的澎湃，非常的激动，因为很久没有听到鼓声了。一开始看到这个 Master Lee 的团队的这个鼓，哇，真的是太震撼，被他们的这些鼓声、团队的精神大大的鼓舞，我真的感觉到非常的开心，也谢谢 Master Lee 这个团队带来的精彩表演。我要推荐一下 Master Lee， 刚刚呢这一个白手兴家这个颁奖典礼开幕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打鼓我觉得太振奋人心，而且 Master Lee 启动这一个文化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他也是我们华人的需要传承的一个文化。祝福 Master Lee 还有他的学院，大家一起努力的跑赢这个时代，一起跑赢这个时代。 We are Drumming Academy Malaysia Student Art ASEAN Chinese Outstanding Award Chinese Drum Art。希望 Master Lee 能够带起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推动这个古艺，让古艺发扬光大，成为马来西亚的一个文化，能够推广海外。祝福 Master Lee VR 团队大展鸿鹄。那 Master Lee 呢，我认识他呢以来，我觉得他虽然年轻，
可是呢，他对于这种传统的文化的传播的投入真的是不遗余力，所以这次能够拿到这个奖项的确是实至名归。马来西亚事实上我们需要的不断的给予他创新，或者给他一个不同发展的方向。在郑威的身上我就看到了这个的特点，今天我特别的恭贺他也在东盟海外华人杰出奖里面他也得奖，非常的恭喜他。郑威继续努力，你可以。在我们来说他是比较年轻的一个文化工作者，今天他可以被表扬的话，我真的是为他高兴。他做的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觉得他真的是有他自己一套的想法，所以呢郑威加油，我们也一起加油，马来西亚的文化一定可以的，我们一起往前走。我要感谢马来西亚文艺推手关德辉老师、谢信仰老师、马金泉老师、张雅浩会长，能与你们同台得奖是我作为后辈最大的荣幸。我要感谢我的贵人陈清顺校长，是您让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要感谢我的恩师一代世界狮王萧飞鸿师父，是他让我明白了霸德精神，传授我待人处事之道，并打开了我的古艺文化创业之路。我要感谢我的企业导师Dato Dr. Kelvin Q， 是您优化了我对企业的思维、战略、战术等智慧。最后我要感谢在场每一位的观众与听众，因为有你们我们才会不断的挑战自我，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创造更美好的恭喜你。